清一清，清一清，满地都是我的垃圾。哦呦，哦，这个要清，这个要清。这样挡到吗？会。那我把视讯移到最最最下面。嗯，不对。好了。喝沙士？这不是沙士，这是黑麦汁。有了，哇哇哇！屌屌屌！这什么垃圾堆？我这个花了，我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夹这只，但是我后来发现，我们去南波买，这只才一千，这只才多少？1780块。这只才1870块，然后我花了3000块还没夹到，真浪费。然后我的 A 赏 A rank，我随便抽的四抽，一抽620，四抽大概2700，我直接打开好了。我虽然不喜欢收集模型啊，但是这个是抽到的，哎，这只是买的。因为我抽不到它，哎，很多店都卖完了，这个算是少数没有卖完，而且还可以抽到 A 赏的。日本也太坑了吧！把那个做的跟几率性的东西，可是这个在网上卖一只才2000块而已，算便宜，台币。对啊，重点是夹的过程，夹的过程心酸呐。充满血和泪啊！谢谢猫哥，猫哥赞助这么多，太感动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这个不会拿来卖，收藏价值也几乎是零的。我自己没有收藏，也就算了，我就摆在我的橱柜里，慢慢的拔，好吗？要听妹子的 RY，有买 R20 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经过色情店，那个不是色情店啊，是卖情趣用品的，没有找到。有的话我会进去看一下，反正没有人认识我。哦，听说唐吉诃德里面有吼，然后还有人在挑在挑那个棒棒。哦，还有一个没开。乌龟有没有夹到？他有一个影片夹了半小时，我之后会传给他，看他贴在哪边。有日本的味道喂，吹帽子，他玩的是夹球的，那个那个我们目测他有这么长哦，但是球里面藏的链子大概这样子，大概这样子，从视讯的顶端到这边。在下面哦，还有下面哦，在下面哦，在我裤子这边哦，裤子这边哦，吓死我！我没有，我还在日本，我还在日本，我还在日本。我先开箱衣服好了，这个等等再开，这个很棒，再放这边。妈，七六滚，操！哇，七六好重。放这边也是。雅斯娜。就这样子，乖乖待在我旁边，先秀一波。然后，哦，这是我夹到的《进击的巨人》。猫哥说："你看聂宝那边，那边有巨人的鞋子。"然后我就一个不小心败家了。我这次花了3000日币啊，不到台币1000块，很好看。联名款，只是太大，我穿不下。我试试看好了。这个很漂亮。哎呦，掉了掉了，那个很漂亮。七六被抛弃，七六就是一坨屎啊。B 点战神，明天开打，明天大概晚上5点吧。我可能明天会休息一下，看个电影什么的。
哎、欸，我说不定能穿哦，27号的鞋，27号。把你的脚拿出来，还是掉毛，要穿一下。27号，我能不能塞，就看今天了。不能塞，它就是个废物，看起来是不行哦。这太小了吧，太小。我靠，这脚底板小到爆炸！给女生穿的，来，不穿了，不穿了，不穿了，我们就收起来，呵呵，把它供着，供着，传家宝，传家之宝。你白色的袜子啊，不然是黑色的，我乱到了，怎么那么乱？谁的房间？哦，才两袋，才两袋。哦，这是环球的袋子，然后亲自造型师，这次大概也1500日币吧。造型师就没有很贵，因为我今天去南波已经看到差不多价钱了。好的，我们抽雅诗兰的安慰奖，垃圾干，妈的，垃圾干，哦吼，哦，banana 在这边，哦，这是我们去环球里面钓到的，环球里面钓到的，没事，环球真的好玩啊，环球我们玩了飞天翼龙、大白鲨，然后哈利波特里面两个设施有快速通关。还有魔鬼终结者跟一个粪啊、我们叫什么 ？Draw back backdrop backdrop， 讲火焰特效，就听到一个外国人他会讲日文，烂日文配音。这里面是什么？哦，是垃圾，是 garbage。哦、我们一堆的马克杯啊，这个是在环球里面买的马克杯，超棒的。没有去玩，有啊有啊有啊，就玩那个、啊，那个看了，那个要站着看，然后看到想睡觉了。他也包太紧了。我很喜欢收集马克杯，我的客厅里面柜壁橱里面都是马克杯。霍格华兹，漂亮啊，漂亮啊！活 ，careful， 格莱芬多，因为它做的很像城堡，所以我就买了。我是不会用啦 ，Harry Potter， 这个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对它有一种。独爱的感觉哦，还有，保特瓶可多着呢，保特瓶可多着，啊不是保特瓶，马克杯，我觉得我摔坏一个喽，有机会，希望这个没坏，这个也很帅，先是马克杯不是法克杯，分子乱丢人没关系啊，我明天再整理啊，反正我等一下趴下去我就睡着了。哦，晋级的巨人，这个漂亮。然后这个叫立体机动装置啊。然后我在退税的时候，有人就说，那个日本人就说，哪里狗嘞？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听起来很屌。立体机动装置，帅。还好他没有破。这个售价1600，但是台币才500多块而已，便宜。这个2500，贵一点。哈利波特就是要贵啊！啊，还有马克杯，更多的马克杯。哦，这是猫哥送的，就是爱露的饼干。哦，这个漂亮，谢谢猫哥，我超喜欢。
因为吃的东西我比较掰不下去。还有巨人的那个，哦，我们开好了。虽然我不一定会吃，哎，我会把它吃完，我会把盒子留下来。进击的巨人那个四月要上第二季了，所以现在也是主打巨人。等一下倒下去就睡着了，算了。漂亮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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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什么蚊香？哇，里面再看一下什么特别的，全部都做成都有自己的图案。然后这个是宪兵团。然后这是玫瑰花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宪兵调查兵团是叉叉，好，先放着。那就不，那个盒子可以留欸，因为它不是装饼干。开吃没有？改天再吃。然后看我摔破的马克杯乘二，有一个应该会送人啊。虽然我没有看完《新福音战士》，但是 EVA 真的很帅，值得收藏。一号机，这个就便宜了，这个一个1300，两个1800而已，有待特价。我有买两个，希望这个没有破。我今天搭那个火车的时候，哎，不是。搭地下铁，然后你就听到一个啪叽的声音，好像很痛，看起来是没事啊，没事，耶、yeah ，叠的有点高，然后这个又是马克杯，这是大白鲨的马克杯，我想起来了，破掉了，破了，哦，我的。Oh no！ 哎，我只是要买大白鲨的这个而已，没关系，破掉就还好，破掉是个回忆，我本来就没有拿来用啦，破掉了，摔到，原来是破这个齁，破这个还好，大白鲨我也很喜欢，送你啊，是多少钱？里面还有粉。我不知道这多少，算了。大白鲨有做浮雕，质感不错，大概也才500-600。Jaws， 下次再买。有泡泡纸的都破了。Mon QQ。哎，手机怎么自己关机了？然后等一下是开箱衣服类的就麻烦。现在。要先开我的行李箱，这样看得到吗？这样子可以，这样子就有。垃圾，干！哎咻！哎呀，这要看，这是三小。
这边嘛，这边，下次我。我还以为他不见了，好了，剩这些发布的东西。嘿，嘿，嘿，呀，嘿咻！看到我的行李，人家快哭了，没有，他们觉得很欣慰，怎么有这么棒的主人？主人。为什么你要这样摔我们？啊！然后这是《进击巨人》里面卖的小周边，嗯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式。先拆一个。外壳不用留啦，外壳不用留啊。哦，我抽到钢之巨人，还有超大型巨人。它这个里面应该都有电池，我们先架起来一个黑色的塑胶袋，那正常的，正常的。哦，嗯，长这样。钢之巨人，钢，这不是卡牌，这是小立架，然后会发光的，很棒。那一天，人类了解了，是这样吗？哦，系害死了 Q 火。那一天，人类了解了，然后再按，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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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嘟，哎，它会这样子旋式的发光，哎，好酷、哦，前后的，哦，漂亮漂亮，这样才能很牛逼。再开一个，哇 ，ben， 哎 ，mod 再不做事，狂喜，赶我自己来哦。击败啊，海豚 ，hello， 再开第二个，这个盒子就留着算了，我不留了。嗯哼，哎，抽到团长的。团长我就没什么好在意的，他有几种款式，他有艾伦兵长，还有这应该最雷吧，将应该是最废的，然后还有团长加巨人，我应该买多一点的，就是当你离开那个园区之后，你就觉得说我买太少，哎，下一次。各种要求当，好，看一下这是什么颜色的？进击的巨人，哦，啊，看橘色。怎么是橘色的？丑死了！怎么是橘色的？龙哥，别再买了！哎呦，就一直买，先把垃圾丢一丢。等一下我还把马克杯拿去摆。反正我大概再开一小时，然后去买个食物，买个吃的。哦，这个是三日券。只要用这个券的话，地下铁、ZR 线或者是任何的那个，哎，只要是跟车有关的都可以用，超方便。三日券好像5000多块日币，因为我第三天中午的时候好像差点弄丢，后来我找到了，吓死我了。农药战魂哦 ，UZ 在哪边 ？UZ 在吗？UZ 在吗？哎 ，UZ， 哎 ，UZ 好 ，UZ 晚安，明天打啦。我先开个箱，看，哎、欸，超可爱的，我要直接秀一下，这个超可爱的，这真的超可爱的，这还不直接穿，
我们三月十八会实况《魔物猎人》，叉叉，好不好？哟，哦，哦，哦，这个爱露猫。就算你没看过，哦，这个衣料质感不错，哎，这是 M 号的，很舒服。还有新鞋新干爹，哎 ，Beric 1257，哇，这件好看。那，啊，当然不止这件，还有一个，还有几件很特屌的，哎，特屌的，特屌，警戒。喂，那个古拉跟猫哥说，干这件谁会买啊？然后我就买了。可是很帅，好不好？很帅，还有环球的，帅，好不好？然后这间是 A 吧 ，B 吧？哦，你看这件你看好亮哦！你看他的眼睛，你就觉得说把我带回家，然后我就把它带回家。还有一个最屌的 A 吧的内裤，但当然不会试穿啦，啊。但我怕太小了 ，M 号的内裤，反正你们又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还要把它当弹弓耍，这样子吧。哦，这是我今天买的两个宅物。哎，这件是海军的上衣，海军。然后后面正义，中二。虽然我不喜欢海军，但这件还不错。然后看到了慧慧的衣服 ，Make me， 然后爆裂道，红魔族专用的，这个 L 号的有点大。虽然我已经很多黑色帽T了，我有一个褪曲的，然后一个魔兽的，然后现在又买这件，这件不错哦，这件不错，肯定闲，哎呀，肯定闲呐，啊，真的是宅男，没有啊，没有看的不知道怎么那是什么，很会，太会了。还有一件是，哦，这件也很好看，颜色我很喜欢，色料就这样，调查兵团，然后背面的话就是这样，自由的之翼，这件很好看，哦，哎，有点热。然后我还买什么？是小小兵的吗？哎，是哎，小小兵。所以我们很喜欢小小兵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退税之后1000多块我就买。我还有什么，啊？我好像没有东西了，没有东西秀了。啊，剩这个。这个我也忘了多少钱。这个要3200，快800块，不错。买宅物是不是？买的可多的。没有去凌空城，好想再去一次哦。某某讲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当然 PTT 我有看啦，啊，去不去我都不知道了。摩哥，真的，下次要去的话，带上我。不是，我是说去环球啦，去环球。可是我想要玩 4D 的，所以我可能会想去环球2天，然后早上把全部的 4D 剧场都玩一次，然后一天买快速通关，或者就不要快速通关了，我们就直接玩2天。我是想玩2天，我是有那个毅力。拍2个小时，超想了。然后我不会买太多衣服，我主要是穿 T 恤了 ，T 恤类的我可以。像爱露猫这样穿着就不错啊，就行。守好 B 点，
看一下啊，因为我姐等一下要帮开门。四 D 的都很好玩，有几个，魔物猎人，然后柯南解谜的不算，魔物猎人、Ava、巨人、哥吉拉四个，还有恶灵古堡、五个，总共五个。对啊，这次下雨又一堆改机，不然直接来看照片好不好？看照片。